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印堂少女303捏捏郑乃馨。好，今天我们来个你问我回答。好，来个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很有趣，因为对我也是我特别有爱的运动，我觉得这个是很美、很美、很美的运动，而且也不累，就是很累，但是你没有感觉那么累，所以就是很适合我，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，但是没有感觉累的运动，比如说游泳啊，就觉得没有那么累了，然后还有滑冰啊，最近还去，现在差不多十五吧，15首歌。其实也有的，就是因为我最近写歌呢，整个都是正能量感的，就是安慰大家，给大家鼓励啊、动力啊那种，对，就是正能量感。因为我感觉这时代呢，好多人是抑郁了，悲伤啊、孤独呀、孤单啊，解决不了这个感觉嘛。那我就想把我想说的话交给大家，我就希望我写的歌能帮助别人，能影响大家。写了一首歌，是叫《一点点》。我写了这首歌，它是差不多就是，只要是一点点，你就会改变了好多的未来。它是一点点、一点点的 love，所有的东西会一点点、一点点变得更好。你可能觉得你悲伤了，你想哭，你孤独，你孤单啊，你觉得你旁边、你身边没人，但是 I always be the human，这 还有我吗？我也在呢，我也在你身边，我随时都在。你跟我，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变得更好。有你，有我。所有人会听到我们的声音，这个想我想对大家说，也是我的梦想吧。我不管能够帮助多少人，但是我觉得多少也是挺好的。下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选择珠宝吗？我喜欢，因为喜欢嘛，喜欢那种漂亮啊，bling bling 啊。你可能看得到我每一次会戴那个蝴蝶结呀，不在耳朵就在我的身上啊，衣服呀，一定会有蝴蝶结，因为 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明白，我特别喜欢女生的东西，我发现了，对，我可能本来可能没有承认我只就是一个小孩小妹妹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承认了，对，我是一个女孩子，就是喜欢项链啊，bling bling 那种，好喜欢，选择了这个，而且也喜欢画画嘛，喜欢用电脑做 3D。3D 叫什么？3D 就是 3D program 的那种，就是喜欢吧，算是喜欢。想听听聊聊你的大学生活，大学生活就没什么，因为我们是网课，会有考试啊，会有作业要做啊，对，其实挺开心的，因为好像回忆当那个学生的感觉，对，就是回忆了我小时候的感觉。发财和念念不老，他们关系都很好，嗡嗡啊，念念啊，发财啊，都没有打架。
没有打过这样，一点都没有，没有这样，没有很凶的那种。他们都很乖，可能是性格吧，性格不是那样，因为那天他也是很高冷的那种，他是在家就是不理我，不理谁。为什么我不发他照片，没有我们的图？因为他不理我。发财特别很好，性格特别很好，他很黏人。的温存吗？很黏人，叫我起床就是哎呀呀，也很爱。哦，呜呜也特别好。现在我们在努力，去外面逛逛，因为他害怕人，对，所以现在一直在努力带他出门吧。其实我的发型呢，都是我跟老师讲。对，就是我今天想要什么样的妮妮郑乃馨，今天是想要可爱的，今天是想要少女，今天想要成熟一点，就是我自己设置的，然后就跟他说，老师我想要这样。但是本身我其实会做头发，知道要做什么才能好看，因为我头发好看我脸就好看，我头发不好看我就不好看，就是这个。睡几个小时，差不多10个小时，6个小时也有。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身体真很奇怪，我8点就起床，就是已经洗过了这个时间，8点9点起床做饭，自己做饭，然后就弹吉他写歌呀，想那想这，思考自己的东西。只有发财他会在我的头上睡觉，或者在我的脖子旁边睡觉，嗡嗡是跟我睡觉。现在我最近是抱嗡嗡睡觉，但是我没有抱娃娃呀，没有抱那个枕头呀什么的，对，没有。好的，这个差不多。今天很开心能跟大家聊天，能跟大家就是交流啊，小小的交流，是吗？希望大家天天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啊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享受每一秒每一分的生活。对，快乐最重要。拜拜。